新日光股东会包括了近期美国新双反、太阳能景气变化以及营运展望都成为关切的焦点。新日光认为下一个阶段的反倾销宣判，台湾无论如何都会比中国大陆来得低。如果呢双方的税率拉开，再加上反补贴的部分，对于台湾厂商来说相对受惠。